在这儿关了这么些天，你受罪了。你说咱们相识也有几十年了，但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单独请我吃饭，这还是头一次。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？没什么大事，边吃边聊。 你是怕菜里面有毒？老爷，你啊，别怪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 实在是怕了，可以理解。你跟我在一起这么多年，刀里来火里去，你很清楚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。我进墨家的时候你还小，我天天就跟着老爷。老爷呢，是您的亲父亲，但是我敢说，我比老爷还了解你。 这么多年啊，你从来没跟我说过这些。你说说，我还真想听。少爷，你看，这么好的菜，要是再有一口酒就好了。咱们这是在讲距离，不许喝酒。哎，哪儿那么多规矩啊？咱们两个人难得这么安安静静的说些心里话，哪儿都没有酒啊。 警察，警察，来人呐！这位警探，我们今天吧，家人团聚，他就是想喝一点酒，你帮帮忙啊，通融一下，来瓶酒。